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涂鸦吗？小心台阶。 浑身发抖啊！我给你点安全感。 我要是晚来一步，你说不定连命都没了。我们被监听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过来看。 病人服用了镇定剂以后，大量的饮酒导致呼吸道啊、心的已经休克了。我叫叶佳辉，真巧，没想到我们程玲遇了。你之前有接触过这样的案例吗？没有，是我们老师有对这方面有研究。师姐在跟他来访者谈恋爱。这个人非常高功能，我有时间把你介绍给我们老师认识。师姐以为这份档案在我手里，我现在把这份档案交给你，好好保管。 佳辉通过我所有的来访者，还有亲朋好友，摸清了我的底细，干扰我的生活还有工作。我一直都不明白，像李云师姐这么有天分又克制的心理咨询师，怎么会爱上自己的来访者？现在我终于知道那个来访者是谁了，就是叶佳辉。而叶佳辉这么深谋远计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。